想想，我是丽，我是喵喵喵喵喵，他叫喵喵。嗯，好，今天来到了零零开箱区。好，先我们要开的是这个，来。好，这个就是我们的频道。会不会打？它我记得是全，它是全色八十色，然后有六万几颗吧。好，喵喵喵喵喵，我们一起哦，三二一，哇！先看这一包，来，妹妹，等一下，等一下，来，妹妹，我想开它的那个，来，这就是它的一个颜色，正常色，红色、爱心绿色、黄色、黑色，还有爱心，你看爱心，哇，你看，等一下，来，妹妹给我，这个是拼豆的板子。它有圆形图案、爱心图案、方形图案，还有星星吗？有什么？好像没有。好，还有一个巨大的方形板子，有星星吗？没有。有啦，你看，角角哎。哦，还有星星，有星星。好，快点，再来换下一个。我想，哇！这个是拼豆的整个盒，我们先把它拆开好了。大家，对了，还有一个，哇，有两个哎，好棒哦！大家，口哨的音效绝对不是后置。爸爸，我可以开这个吗？那怎么这么多啊？这有几颗啊？六万多颗。爸爸。你玩这个不是拼到那个老人家气不过糖尿病不？爸爸，爸爸，我可以开这个吗？先介绍这一盒，可以开吗？它这个有，可以开啊。它这个有紫色、浅紫色、浅浅紫色，还有天蓝和频率吗？然后这个是透明的，然后这个是平白。然后这个是肉色，这个是粉色，这个、白色，这个不知道，这个浅橘色吧。哎，这个怎么混到了荧光黄？然后这个是黄，然后呢，这个是灰，这个是咖。拼豆的夹子。这个红色哦，有点差别而已，但是颜色其实都差不多。拼豆的夹子，再来换这个。好，这个里面有红色、桃红色、红紫色。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一样是紫色吧？这是亮绿吗？然后这个是深深蓝，然后这个是深蓝，所以是九十颗的，是不是？然后红紫红色，然后这个是深蓝，这灰，一个十八，所以。五个啊，九十是九十啊，就是这样。它还有留一些空格给你。别打！你来！气死我！这个等一下再弄。好，接下来是这个，这个是有浅绿，然后这个是浅绿，然后这个是，等一下。浅绿，然后这个是浅绿，然后这是浅绿，然后这个是橘，浅橘，然后浅橘。那这样也好，再跟着一样。好，这个是不知道颜色，这个是粉红色，蓝色，浅蓝色，最上面这个好像是灰色，然后这个绿色。这个绿色，绿平白，这个平黄吗？这总共有八十色，然后呢，这一盒空四个的这一盒里面是不是全部都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是夜光的吗？来，我们来恢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好像这就是全部的颜色吧。我来恢复一下之前做的拼豆吧。首先，这个是之前妈妈帮爸爸做的史莱姆乐色。
十来碗，十来碗拼豆。哦，丸子先兄弟好。这个是我做失败的柴犬，很可爱。柴犬，对对对。这个是角落生物的鬼，非常的可爱。六只角落生物，这个是蜥蜴，它因为它是恐龙，不过因为很稀有，所以把自己的身份藏起来。企鹅，它其实是一只河童，不过它自己很笨，所以以为自己是一只企鹅。再来，这个是炸猪排，好，我猜应该是吃剩的炸猪排的头，然后就很无辜，天神就把它变成了角落生物，应该是这样。然后这个是猫咪，还有我做的，还有可爱的白熊，这是我做失败的鬼娃娃，小生物一号，对不对？这个是小树一号啊，小生物一号做的，对，他没有看图片，小生物二号。改善的小石虎二号，真的好，我还有一只小石虎，它都没吃东西，过不久它吃了很多东西，就变成这样，蛮可爱的。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盘子的里面的介绍，这个是拼豆荚，这个是方形的拼板。我走，这个是爱心的拼板，这个是星星的拼板，这个是圆形拼板，方形拼板，手弄不住了。我们那个用熨斗烫的时候需要用的纸，很像烘焙纸。好，这是箱子，是我们和风百货买的，然后这个是去一个文具店买的。好，这个是我们的钥匙圈，它有好几种好几种。这个是他们的扣环，我们自己弄的。好，这个是我们在一家文具店买的。这个是世界上最尖的剪子，然后还有一些拼豆荚。是这盒子是之前和风百货买的，拼豆是我们自己去买，然后顺便买一些补充包备用一下。黑色用最多，所以黑色的补充包比较多。这个是烘焙纸，应该是圆形版小3mm 的豆豆需要的。这个是5mm 的豆豆需要的，这个也要3mm、5mm， 然后这个它只有5mm 的而已。这样一包800克。妈妈。好像是。妈妈。3000克。妈妈。我带这个豆豆跟你去。这样一包3000克，这五包就。妈妈15000颗了呢。妈妈，你看这一只。总共买的是60000颗呢，多少钱？1026，含运费1026，哎，免运费1026。相片姐帮我按个赞，还有订阅下方的小铃铛，可以刷新影片，同时还是有点想，我们下次见，拜。